你呢？先把血抽了，一会儿我去把打疫苗的号给你灌了啊。我觉得不着急，今天先把体检做了，疫苗下次再打。那不行，今天都得解决了，陪你来趟医院容易吗？我到了，去吧。 怎么啦？你戴墨镜干嘛呀？我不想看见血的颜色。好了，走吧。 你要接种两支疫苗啊，左手伸出来，左手，不用怕。好了。 换右手吧。嗯，保安，右手这针可以让我的实习护士帮你打吗？没事，打吧。 推针，扎的有点深，拔针拔浅一点，别拔出来。没事，别看。 怎么样啊？没事儿。还疼吗？我看看。不疼。走吧。还在流血呢，我去给你拿棉签啊。阿姨好。 小顾啊，你出国的事儿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挺顺利的。嗯，默默，他没跟你闹吧？没有。那就快了。啊？哦，我打这个电话呢，就是想让你心里有个准备。 一点点的感觉。